为什么要帮我开灯？啊，你不是说你要睡觉了吗？要睡觉为什么要开灯？睡觉不是就要亮一点吗？睡觉要暗暗的。啊，不是要看星星吗？嗯，老板，谢谢。我的饼干呢？我的饼干呢？听不懂，已经暗暗的了，你快点睡了。不是已经很舒服了吗？你看啊，你都不知道。快一点啊！